天吃这个火锅，你搞共不到300元呢，干我下面喝凉呢。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三重这里了。去哪里？我们要来吃这一家很多人给我推荐敲碗的火锅店，苍井锅屋。只不过今天是2022年3月31号的下午3点了。我刚刚有先看过现场，它现场的人潮比较没有那么多了啦，虽然说也是做到8分满呢。哎，各位啊，一家吃到饱火锅店的平日下午人潮还这么多，我觉得这家店真的是好像蛮厉害的。那等一下我们就进去吃吃看苍井锅屋它的表现会是如何吧。 GO！谢谢。那这个我们的话呢，我们价位是分两种，中午时段是299元，还有一个是329元的。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全天候的海鲜吃到饱是529元。海鲜的话，在这边有12种，这边的话有6种汤底可以做选择，那都可以任意搭配。那谢谢你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入座了。今天有一个套餐是说299元就有4种肉品吃到饱，比起看到说我们今天吃到500、600、700，甚至说破1000的餐点，各位比较有兴趣的是说他这个299的餐点，他的表现会是如何吧？而且是说他这家店有个活动是，如果你有打疫苗的话，打满3剂，你就可以折免他的服务费。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吃完这个299的餐点，吃一餐就是299元呢。我想要点麻辣汤，好，然后跟豚骨汤，好，我要大辣，大很辣哦。OK 啊，肉的话，我们要选2份，我要牛跟五花猪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。那我们就去他的自助吧，拿点东西回来吧。
我的天哪、啊，各位！今天看到这一桌，你跟我说我们吃一餐可能要300-400元，我还相信呢。可是今天这个费用299而已。对啊，它这个汤头喝起来有点类似我们平常吃的拉面道，还不错哎。哦，它这个麻辣汤大辣真的是会辣的。那等一下，我就先涮它这个肉片好了啦。涮完，我们再继续加点其他的肉片呢。这个肉片真的是很有嚼劲哎，不过 OK 啦，我们再试试看它猪肉表现，看是如何了。我是觉得他今天这个汤头啊，麻辣汤它还蛮够味的，只不过他豚骨汤相较之下，我们应该会需要这个酱料好朋友了。那等一下，我们把刚刚拿的蔬菜丢下去之后，再给他做加点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想要加点肉，请给我梅花猪跟鸡腿各一份，然后五花猪要五份。好，对，谢谢。至于这种很耐煮的鸡腿肉啊，我们先把它丢下去哦。还有，接着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梅花猪啦。来吧，吹吹。好了，那旁边这个豚骨汤应该就功成身退了。
欸，虽然说它今天这个猪肉肉质可能没有像台湾猪肉质这么的鲜嫩啊，可是我觉得以今天这个价位来说，这样子体验其实很可以的。各位啊，加上我们特调酱料，我觉得算很 OK 的呢。来，我们再把刚刚点的猪五花全部下下去吧。哇，它这个锅子感觉另外一半空间没有用，有点浪费。不然我去拿点别的高汤把它加下去好了。哇，各位，麻辣高汤吃一堆啊！我们又让隔壁火锅重新加入战场了。来吧，都下去吧。我们再吃看鸡肉表现是如何了。嗯，哦，它这鸡腿肉肉质还蛮软嫩的耶。在等这些肉喷凉之前呢，我们应该先来吃一下刚刚煮好的火锅料了呢。每次吃这种蟹肉棒的时候啊，我很喜欢把它拿去混这些蘸酱吃啊，把它当蘸面来吃。来吧，接下来是肉片的回合了啊。
是觉得哦，目前吃完这些肉啊，只有猪肉还有鸡腿肉，我觉得是目前我还蛮喜欢的啦。至于等一下加点的话，我们再点个一盘两盘牛肉吃吃看好了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不好意思，我想要加肉。好啊。请给我五盘五花猪，四盘梅花猪，然后一盘背煎牛。好，谢谢。我们也去补充一下酱料吧。至于刚刚点的肉哦，我发现好像我们加点的牛肉啊，是不是看起来跟第一次的牛肉好像有一点出入哎？既然都来了，我们就既来之则安之，都把它吃下去吧。还有，这时候我们也来准备一下刚填装好的酱料啊。哦，肉包葱。那我觉得很明显，它这个肉质跟刚刚第一盘基本盘上来是不一样的。我靠！人家今天这个价格就没有什么好嫌的了。好了，我们猪肉继续吃起来吧。哦，这个猪肉跟刚刚那个牛肉肉质整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了。
我们吃完这些肉啊，我们的用餐时间差不多剩下20分钟了。那等一下我就想说了，我们再点个两盘肉，再开始吃它甜点呢。不好意思，请给我两盘鸡肉，谢谢。正俗话说，初恋总是最美的。那是因为你在初恋的时候，你是一个毫无经验，而且是第一次，所以不管是酸甜苦辣，它永远都是最甜、最酸、最苦又最辣的感受。可是，在接连经过第二个、第三个开始这样子洗礼之后，我突然觉得，好像每一次的轮回都是在增加我们的底线的。可是，我觉得这种鸡腿肉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吧。没空。他这鸡腿肉是不会背叛我们的。觉得它神奇的地方是，它这个鸡肉又比刚刚前部分吃到鸡肉更软嫩。OK 了，我已经吃完刚刚点的所有肉品了。那等一下我们去拿点甜点来吃吧。终于来到最后部分了，不得不说啊，它这个明治冰淇淋很好挖呢。所以啊，各位，你知道诚意在哪里吗？从它今天的饮料啊、酱料啊，还有连这个冰，它给的都是非常的大方。啊，好舒服。这个红豆汤是非常中央餐厨的罐头红豆汤啊，不过我还蛮喜欢的啦。
我就觉得它今天这冰淇淋的软硬度啊，就是接近说正在退冰要融化，所以它吃起来会格外的好入口。那等一下我们结完账就去外面做结尾吧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土豆。我们现在来到沙丁堡的布花边啊了。哦，以前这所在哦，你说要多臭就多臭，要多脏就多脏。近年以来啊，政府跟民间团体哦，他们将这边的环境 up 再 up 起来。哎，我觉得变得很舒服了嘞。对啦，我们来说说今天吃苍金锅物299元套餐的想法好了啦。今天吃这个火锅，你搞共不到300元呢，干我们下面喝咸呢，咸蒙咸呢。如果你们真的要来吃来朝圣的话，建议点有8种肉片那个套餐呢。那各位啊，看到这里，如果你有什么推荐的吃到饱餐厅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就会去回复你。还有，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会员频道，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，探索台湾各地的美食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